哦，我想我就对了，我想我缺乏安慰，我的生活如此乏味，生命像花一样是因为缘分咖啡。
要由衷感谢今天那个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的演出者，大家都把就是他们的灵魂留在这里，然后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很刺激。我其实是一个不会紧张的人，我基本上表演前不会紧张，上台也不会紧张，但是我刚刚在紧张是手都在抖，脚也在抖，头也在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感受到李展在这边，然后郑文在这边，丁家辉刚刚在这边，然后雷晴，我刚，周牧直接杀了一条路出来，卢志轩把我心打了一个洞，然后雷晴帮我把它补满，所以很感谢大家。办这个表演就是想要一个舞台，它的纯粹的目的就是要让灵魂在上面游走，不是为了可以这一场可以有多少收入，或是这一场会让你看起来多酷，而就是为了一个舞台，它最神圣或原始的目的。因为它可以不是任何一个舞台，它可以不要有光，它可以不要有任何东西，只要你在表演，它就存在。所以谢谢大家创作了这个舞台。